各位购车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effrey 蔡维杰啊。今天很高兴啊，又来到了这个大鹏湾啊，参加这个由福特举办的前进上海 F1 的赛道 Focus 的冲刺的挑战赛。我们是三个人哦，那我旁边这位来，我是购车是游启明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元斌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比赛呢，其实因为这个团体也比较属于趣味性的哦。那刚刚呢，我们在那个停车场那边做这个所谓绕锥啊，事实上是包含路边停车哦，然后还有倒车，不是入库，是倒车踢球啊，这个方式来跑，然后最后的一个计时的简单的一个比赛。我们三个老车手其实对这种绕锥好像都不怎么在行。我刚刚开的这个开完了，这个有一点这个筋骨快扭到了。哦，那之后呢，又来跑这个因为刚刚取最快成绩呢，我们这一组呢，刚刚不好意思，我稍微快一点点，那我就来代表这个我们的购车子车队呢，参加这个绕圈，就是大鹏湾赛道的绕圈赛。那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呢，所以这个其实大会每一车都有准备教练哦，在旁边。虽然我也是教练，那没关系，刚刚在车上其实可以听得到，我跟另外一位周定甫周教练呢，我们就在车上稍微小聊一下。福特这个车，身后这个福特2000的哦，这个车子其实很不错。虽然它看起来很温温的，不是真的那么赛道的感觉。那今天的轮胎也16寸，也不是跑胎。可是老实讲，在这个跑道跑起来呢，其实我对它是非常赞赏的。2000cc 啊，这个缸内直喷的引擎，170匹马力、啊，其实非常够劲儿。那跑弯道起来呢，这个它的操控呢，其实也非常棒。虽然它没有这个拨片换挡，那其实用自排的模式，刚刚这个赛道里面呢，一样做到这个2分18秒，很棒的成绩哦。它其实有做了一个减速弯道，我们车内的影片看到，所以跟一般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。刚刚呢，到今天，当然这是2天的活动哦。刚刚总成绩呢，在这个绕锥再加赛道的这个是计时呢，不好意思我好像我们应该是目前暂居第一哦。那看看明天在其他组别，我们拿到这个前进上海 F1 的目标。好，然后刚刚我们在那个停车场绕锥的部分啊，我们请这个我们明哥跟这个斌哥等一下来讲一下，敢讲怎么样？因为不曾开会这种绕锥赛，其实有点手忙脚乱。但是那个 Focus 的车其实是一部好车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这个绕锥赛第一次参加啊，是很好玩啊，但是出车也蛮多，有停不进去的啊，倒车撞到的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尤其是排档会打错的啊，是还蛮好笑的。不过我们三位的总成绩呢，我想媒体还是很厉害哦。我们虽然不是最快的，但是今天的冠军是真的也是媒体组，大家很会开车。那今天呢，非常感谢这个福特呢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不仅提供这个媒体来参加车子的试驾哦，体验这个很棒的这种操控的感觉，而且也开放让所有的 Focus 车主呢一起来体验福特的 Focus 是非常棒的一个动态的表现。大家一起在这边其实又有趣味性，是非常棒的活动，然后又可以体验赛道。非常谢谢福特给大家这个机会，非常非常棒，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参加。